全堂出征永东州。老头，你讲讲道理啊，是你徒弟自己被鸟吞掉的，这不关我事。老夫今日定要将你千刀万剐，为我皇儿横死之痛。虎王凌云王，虎王凌虽能防住元婴一击，但若以九州图瞬移到百丈之外，或有生路。九州阵法起，不要你杀人偿命。李小成给我救回来。是。白小纯，你可千万不能有事。堂主，前方百里外出现灵气波动。走。我白小纯早已不是第一次面对元婴了。碰了老夫逆鳞，开炮！你疯了！老夫不过才硬初级，就算杀我，也不至于摆出这一等阵仗啊！这小子是你亲儿子。这也太狠了。行，真晦气。把降魔堂战舟都搬出来了，如此兴师动众的来救我，也不知背后有什么隐情。多谢堂主赶来相救。看到你安然无恙，老夫也就放心了。此阵是……弟子没想到您会赶来。那个，堂主，拜托您帮忙，不要带我去救人。看来就算老夫不出手相救，以他此等谋仇，也能全身而退呀。难怪此人能博得那位尊者的关注。何人飞升？下界如此喧哗。国造。好强烈的剑影光华，这得击下了多少空间点啊！恭喜师弟飞升空彩虹。
大半宿的傲焰飞升，看来师弟很是迫不及待呢。正是。传老祖训，空彩虹洞天福地，尊者如云，新弟子既已飞升，当更加约束自身，勉励修行。李毕，何叹，其实我根本不想离开下界飞升彩虹啊，我这一走不知道我的伙伴们该有多伤心。所有人大醉三天，庆贺城中一霸白小豚终于滚出地城。都怪我太优秀，连留在下界的机会都没有，遗憾呢。论优秀，老板您实属第一呀。知我者，果然还是老板娘。这么有心啊，亲自来接我。老板飞升，我当然得给面子了。李元胜为了赶在今晚送您飞升，可花费了10倍的贡献点呢。为何定是今晚？人多耳杂，你随我来。加班狗都没你们狗，居然强塞狗粮！折煞，折煞呀！那个，这位好像没人了。此处灵气倒是十分浓郁，那瀑布上面就是通天海吗？此海是一切灵气的根源，越靠近它修炼便越快。此海不枯，通天大陆便永远昌盛。而那艘宏伟的战舟，虽没人知道它的来历，但传说它和通天海一样古老。这景象让我觉得彩湖上也还不错。既来之则安之，说不定我还能再建一个长生客栈呢。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。我猜测李元胜连夜送你上来，是想在明天的食堂选人对你下手。食堂选人？彩虹上有10个堂口，每年自底城飞升的修士都会被其中一堂选走，执行专项任务，并以此兑换资源。其他堂口多为炼制各类法器，会赚符箓，感悟自然之力，演化灵术法阵，也有以缉拿封印妖物为主，为宗门选拔赏金猎手，但也大多安全平顺，还可将50%的成果装入自己口袋，可以说是待遇丰厚，人人趋之若鹜。我有一处降魔塔，历年来的任务都极其危险，动辄生死，甚至一趟任务死亡数千人。听着是有点恐怖，不过一个李元胜的小小算计对我来说还算不得什么。这么说我还白操心了。呼玉堂堪称养老圣地，负责研究律令和执法。养老圣地你都安排好了？这半个时辰我跑上跑下才联系好那儿的长老，你既然不领情，我就一个人去。慢摇的好意本少祖都懂。若在一个堂口，咱俩便可共同谋划，互相支棱，多稳妥呀。你明白就好，不过此事运作复杂，谋事在人，成事看天吧。明日辰时开始选人，记得准时来此。假臣连所有新晋弟子即刻至广场集合，准备选拔。少主，主簿，你小子还是没逃过飞升的宿命，不过有陈师姐的安排，相信咱们去的都是好地儿。
那可不一定。青儿，白小纯，李元盛家族深耕此处多年，枝繁叶茂，得罪了他们，你小心折在他们手里。你这是干嘛？青儿长大了呀，会关心长辈了。姑父开心，姑父欣慰，姑父没白疼你啊。谁关心你啊？倒了八辈子霉了，要死你尽管去死， 我是怕你连累大家。老夫降魔堂堂主冯永德，今日负责主持选人事宜，被唤到名字者自动出席，后面可以自行互换，不得更改遗命，否则就误入此山。现在选人开始，陈彪、许牧入暗行堂，周松立、宋缺、神算子入功法堂。上座，我们先走啊。这就满员了。张大海入炼灵堂。太好了，我终于有机会提升炼灵古法了。九胖，你别着急，等分好堂口咱们再去。李巨、吕霜永夜堂，陈曼瑶入护玉堂，贺亮、董浩林入翠火堂，萧强、金一军入断刀堂，王宇入昌路堂，袁文、徐一、赵凡估计很快就到我了入点阵堂。陈曼瑶还不入堂，你先走，我随后就来。那我在堂内等你。好。白小纯，终于到我了。护玉堂，我来了。什么情况？剩余弟子接入我降魔堂。完了，降魔堂的任务都有去无回，偏偏到我这就满员了。定是李元盛为了坑我进降魔堂不遗余力。吵什么？我降魔堂降妖除魔，杀敌未到，这等至高的荣耀你们竟还敢异议？听好了，老夫只使出一成功力，若有人能超越老夫率先到达降魔堂门口，3年之内免其一切任务。免去3年任务？我没听错吧？这可是个好机会啊。但最后一个到的，老夫便赏他一个好任务。测试开始。快跟上。难道那好任务就是用来害我的？用这种方式太小瞧我了。不死心，想用这种方法置我于死地太小瞧我了。那是什么人？哇，好快的速度啊。哎，这帮弟子真是一年不如一年，来的还没死的多，不给他们点颜色看看，日后他们怎么会老老实实的去做任务？这小子不错，好快，我也得加码了。有意思。一个老头的身法比我还灵活。年轻人身法不行，可得悠着点儿。我最恨别人说我不行。金刚分海，这速度也太快了吧。还能追上，马上就要到了。
法器。一成功力已至极限，竟还甩不掉他。不对啊，我和老祖较什么劲啊？三年不做任务固然好，但得罪了堂主，之后的每一天恐怕都是炼狱。反正不是最后一名了，不如就给他这个面子，以后能好混些。这小子是非要逼老夫使出两成功力吗？那没想到我透支了灵气，也只能坚持着短短的几息。堂主他实在太厉害了。我就说嘛，冯堂主可不是一般人能超越得了的。好累啊，晚辈白小纯真是心服口服了。还好我足够机智，给足了他面子。哎呀呀，才一刻钟不见，堂主的修为这是又精进了。本座已经两个时辰没有练功了，剩下的事你来处理。如非必要，就别来打扰了。是，是。至于你们，一切听从云道子安排。是。是。总算过了一关。大家别紧张，鄙人云道子是降魔堂的副堂主，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。这副堂主和和气气的，看着倒还不错。堂内规矩多，新进弟子还要先做一次入门任务，任务都很简单，但若失败或弃权，则视为违反堂规，后果将万劫不复。这连门都还没进呢，就开始做任务了。弟子赵柯前往宾莱州击杀金丹初期凶手明蛇。是。陆鹏前往九影州灭杀金丹初期魔修。周五任务都是金丹初期起步。白小纯，白兄弟，你是第一个到达此处的弟子，我特意为你挑了个最简单的任务，前去永动州缉拿银秀左恒风，此人修为筑基后期。多谢云副堂主。居然是左恒风。左恒风是他。大家怎么都这个反应？难道这任务还有什么隐情？哪里哪里，这人没别的，就是有点恶心。恶心？这人呢，是出了名的浪荡公子，自诩天下美人的归宿，仗着几分家底，胡作非为，寻花问柳，实则早已后空内里，连筑基后期的实力都达不到了。禽兽！筑基不筑基的不重要，主要是我白小纯见不得这等龌龊之人，更见不得这等违背正义之事。云副堂主放心，我白小纯定替天行道，铲除此等人渣。那我就等着白兄弟的好消息了。这玉简不只记录了你们各自的任务，还能将你们直接传送到任务地点。任务时间紧迫，只有七天，这就开始执行吧。是。虽然感觉还有点不对劲，但不能拒绝，就早去早回吧。这八次飞鸦堪比金丹大圆满，谁家主机能带这点儿？将军了，请便。施主，一路走好。卷风斧焰，仿木听雷，接。人法三击。三。毕竟是003，厉害一点很正常。
如所依所采取与所持。行的目的是为了长生。不知凭天空会，凭我李家的一点薄面，掌座大人是否能搭把手，将此人处理干净。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，触动了不该触动的利益，质子虽不能杀，却有的是方法令你生不如死。通谕掌座接令。这掌座府邸好大的阵仗，还好你白爷也是见过世面的。啊，你就是白小纯？正是白某，敢问阁下。师尊要见你，跟我来。此地环境安逸，气氛和谐，想必掌座定是一位温和博爱的长者。我劝你谨言慎行，不久前刚有人被师尊从瀑布扔下去，在这里走错一步，结丹修士也必死无疑。还请师姐多给我讲讲注意事项。你就自求多福吧。师尊，质子白小纯带到了。近前说话。那我现在应该是先迈左脚合适，还是先迈右脚合理呢？白小纯，弟子白小纯拜见掌座。你可知知罪？你方才说什么？多年宗门生活打磨出来的经验告诉我，老祖们责罚时，白小纯，你好大的胆子，要卖力的倾听。野藏，你怎么知道自己做了什么？微笑接受，最后再表现出身不由己的负罪感。请您听我细细道来，弟子白小纯有三罪。一罪，身为修士却因区区生存困境耽误了自身修行，来主宗一年有余，还只是橙色弟子。一年只是正常人晋升橙色至少也要三四年啊。二罪，身为质子未能发扬逆和精神，向主宗展示我被封帽，还连累护道者们饥寒交迫，受尽磨难，实在有亏母宗之养育，主宗之期盼。这话说的，怎么我都觉得亏欠了他。三尊，身为空域弟子，愿以一颗赤诚之心，凭我药道发光发热，有爱同门共同进步。岂料今日却是弟子辜负了宗门的。如此层层打开的格局，收尾再加上直击内心的泪珠，必定成为掌座下句话最完美的台阶。你毕竟是逆河宗质子，也算我空域一脉，本座不为难你了。这就算了。小纯，谢过掌座。掌座啊掌座，接下来你怕是要说出真正的诉求了吧？这次你就把正气丹方上交了吧，老夫也给你100万贡献点作为补偿。100万？寻常修士就算一甲子也难挣到啊。只要丹方啊，不是什么坑吧？不过才100万，我每月打赏出去的都不止这数。有了这笔贡献点，你就直接晋升黄袍弟子，飞升彩虹吧。
直接飞升，这小子到底什么来头？果然是想带我飞升，好断了我的后路啊。前辈，这丹方弟子愿送给宗门。送？以如此方式晋升黄袍，与弟子的道不符。我弟子只想凭借自己的努力成为黄袍。你敢拒绝？天哪，我还从来没见过有人拒绝晋升黄袍。这彩虹上灵气柔和充沛，没有饥饿负担，对你修行大有助益。多少人想得都得不到，你怎么能不要呢？可下面虽然日子苦点，弟子却踏实心安。小子，你不要枉费老夫一番好意。弟子是不能要，不能要啊！师尊小辈不可推脱恩赏。也确实是使不得呀。你这父子到底是要怎样？都是前辈逼我的呀。不能再这样耗下去了。白小纯，给本座想好了再说。难道非要不可吗？还从没见过师尊给谁如此待遇，师兄你就答应了吧。这掌座今天是明摆着就要赏啊。哎呀，也罢，掌座前辈若真要赏赐，不如怜悯弟子这个孤苦无依的质子，给小纯一份真正的归属感，一个家。啊！弟兄们，咱们青龙会是死是活还不一定啊，至少等魁首回来。对不起。青龙会又只剩咱们几个了，人心一散，留是留不住的。我就担心魁首他回来看到这还用看啊。早在我意料之中。魁首，青龙会的一切原本都是建立在贡献点上，没有时间的沉淀，大风大浪之下必定坍塌，即使再有防范，这结果也不是我们能控制的，就随他去吧。我原本还担心你去了这么多天是不是遇到意外，但看你的样子也总算平安无恙了。嗯，办了点事耽误了几日，总之正气丹是无法出售了。那咱们以后怎么办呀？没关系啊，就和之前一样，如果想退出随时可以带上贡献点离开，我不会介意。啊，魁首，不，少佐，我们坚决不离开您。魁首，我等也绝不离开，我等愿天涯海角誓死相随。天涯海角誓死相随，没错，咱们一家人就是要整整齐齐。咱逆和宗青龙会生是一家人，死是一窝鬼。只要能跟着少祖，哪怕是去流浪去乞讨也是幸福的。好，那大家马上收拾一下跟我出发。这堂堂青龙会竟然一日坍塌，现在连老巢都弃。惨呐，瞧那孙燕儿，怕是在空城也混不下去了，只能出城做任务喽。前面就是遗迹地宫，是空城最近最便利的任务之地，人流汇聚，可谓宝地。但地宫唯一的进出口常年由天空会控制，只有购买他们令牌的人才能出入。起初地宫时还要向天空会缴纳本次历练的三成所得，据说这儿的收益甚至占据了整个天空会收入的五成，可谓命门重地。抱歉，咱们只能止步于此了。少祖，我们都明白，无论你做什么决定，我们都支持你。一路上辛苦大家了。少祖，魁首，以后你们就要在这里安家了。小宝，记一下我说的。来了，这片围起来，弄个养殖场，上等家禽能弄的都给我弄来。那边山丘挡材，炸掉推平。
哦，还有这儿，这儿都拆掉，全部重建。小宝，这个管理位之后就给你做了，都记下了。哎，记下了，记下了。劳烦您挪一下位置。龙大，路面你记得重新铺装一下。是。但是兄，你给测测啊，从这儿到那儿，这面积够不够搞种植？弄个加工销售一体化。还有你，哼哼子，好好算算此地风水，适不适合置业开店了？哟，看了半天了，原来是青龙魁首大驾光临呢。赶到我们这儿指指点点的，是被宗门制裁的还不够吗？继续算，继续测。怎么，我进去走两步你也有意见？进是可以，但是要有我天空会的令牌。魁首大人，你有吗？若是没有啊，还请去咱们总部购买。魁首大人，你能买到吗？可恶。龙大。是。不好意思，令牌我倒是没有，不过有这个足够了。大家听好了，从现在起呢，我白小纯就是此地真正的主人，往后这儿的一切都属于青龙会。你们青龙会就算被制裁，也不至于失心空吧？要占据此地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实在没忍住，你们来也不容易，天空会给你点路费，回吧。正好相反，我给你路费，你走。你把这儿当什么地方了？这里属于新通道集宗，不属于任何人。看来也得给你们长长见识。大师，家，家，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园，望掌座成全。好个情真意切的狮子大开口啊！风尚西北两区，你可以任意选择一处空旷之地，插上此旗，方圆十里。你的私人之地。谢掌座前辈。说起来，这段机缘还得感谢你们天空会。那我也浅浅报答一下，就免费送你们一个字：滚。白魁首，真是树大根深，深不可测。哦，原来少佐早有准备啊！不愧是魁首大人，谢。至于其他人，从今往后，大家都可以正常进入地宫。不过这里毕竟是我家，我又恰好准备搞个客栈，大量圣人随意进出也不太好。不如，你们来时，都用杯灵茶。一杯灵茶，一成收获。哎呀，四舍五入就算是自己人了。一成，才一成，这比为富不仁的天空会合理太多啊！多谢白魁首，白魁首神通广大，宅心仁厚，义薄云天啊！好，那我正式宣布，
我青龙会将在此建立一个能引领未来商业风潮的超级地标，它就叫做长生客栈。这才是我向往的生活，只是总有种被人帮扶了一把的感觉。难道有谁在暗中助我？眼下白小纯已在西郊安顿下来，虽未能完全达成您的初衷，但也算暂有庇护。搜索大艺术家系列，感受太素宇宙的传奇。